请归。啊，咱马祖会使讲是灵感吼，啊会使讲嘞，啊，咱的这个马祖啊笑嗨嗨啦吼，啊会使讲真欢喜。啊，咱这个古龄二月二八，新历四月十五，准时十一点啊来出港哦。主要咱这清明过年当吼，啊，咱这大家马祖嘞，会使讲非常的欢喜。啊，感谢咱新港黄天中，无当时对有咱的啊叶文龙叶乡长，啊咱太平妈啊有当时对有。